啊，没有，其实今天那个出场是嘉雨天，雨天不是雨天啦，嘉良，嘉良，不要，我都不会了，真的。全明星 CP 婚礼同框零互动，周雨天借了席维伦搂妹回家。主力要让他就是。总之，小杰是不能体谅啦。周雨天 and 席维伦不只有按摩天伦之乐，还在《全明星第二季》浪漫途径。因为呢，都是红队队员，朝夕相处之下产生了情愫。去年四月被周刊直击半夜两点在公园约会，恋情因而曝光。周雨天先生，你在《全明星运动会》里面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你没有去旁边偷偷接吻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不过嘞，消息指出他们上月已经情变宣告分手。席维伦经纪人表示公司不过问艺人私生活，周雨天经纪人则回应确实是分手了。而且周雨天身边如今也有了新欢，11月18号凌晨3:30离开夜店，他把人带进周兴哲的 Sweet Home。 既然相爱，现在我想真是时候，这是我哥。话题回到哥哥周雨天的前 and 前前女友。据悉呢，席维伦学生时期就认识的闺蜜陈静轩是周雨天的 EX。当初啊，还是陈静轩介绍他们认识，后来周雨天因没感觉分手，就和席维伦爆出恋爱 ING。雨天后的副驾正是我靓仔啊，不管闺蜜有没有闺蜜，总之席维伦和陈静轩这对曾经的好朋友，后来也取消对方社群追踪了。欢迎第二对周雨天席维伦，也需要大家给他们掌声欢迎。11月11号，许文恩和王嘉良举办婚礼，席维伦、周雨天担任伴郎伴娘，刚好啊被凑在一对。不过嘞，两人私下互动很少，散场后也各走各地。尴尬的是，捧花就这么巧落在了席维伦手上。还不及。刚文恩有发现这边很漂亮，原地就是直接剪一剪。哦，没关系。玩具是不是？对。就有特意是跟雨天。啊？没有，其实今天那个今天是那个出场是嘉雨天，雨天不是雨天啦，嘉良。嘉良，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。我都没会了。是韦恩姐安排的吗？对。可能我们身高比较近。我们是红队 family。耶！其实昨天晚上说我们其实都兴奋的是比较早，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说雨天如果起不来的话，那就伴娘怎么办？Rico 直接说那我要跟小桃一起，所以其实我们谁牵谁，我们谁牵。